三天没有吃饭了，现在肚子好饿。哦，看那边有什么，快过来看，看这是什么？发现了什么？这是我们云南的特产热狗树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三颗热狗，这颗还小。看那是什么？我操，他妈的野生的吸气狗！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啊？看，注意看，这是我们云南的特产辣条藤。看一下有没有果实，它果实一般都是在根部。我们看一下，我操他妈的一包辣条，现在可以不用饿肚子，现在口很渴，现在主要的是就寻找水资源啊。现在这边些水都喝不得，他妈的都是蝎子骨。我操他妈，嘿，那是什么？看我发现了什么？野生可乐，这个意思，一窝野生可乐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爱水资源问题解决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喝尝一下这野生可乐的味道是什么样子？爽、啊！